超开心，真超开心。激动吗？激动，特别激动。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的？最想说的话？最想说的是，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，然后教练就跟着我一起就跳下来了。真的，我就当时我就在想，我说我还赶不赶？我说赶不赶？就下去了。猝不及防的跳过。对对对，但真的就那一瞬间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，就觉得上面风很大。就是说话的话会有点听不清，所以说好多东西都是教练按照手势，然后我们就下去。那下去之后就觉得整个世界都亮了，整个世界都亮了。就头一次觉得我们祖国的河山是这么的美好，然后说啊，真的好爽，好开心。这种在空中翱翔的这种感觉啊，我是想象不到的，只你体会过了之后才能够想象得到。其实我就觉得飞机能飞天，真的是一种非常神奇的，非常神奇的。那包括自己在天上。啊，真的，我就头一次能这么看，还转着圈的看，因为在飞机上的感觉不一样。还有这耳机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没有被吹掉。待会儿我们也期待来看一看，在刚才整个跳伞过程当中，你的心率测试值到底是多少？我觉得表情应该会很丑吧。应该还挺帅的。因为就是它有风啊，很大的风啊，吹着你的鼻子还有嘴啊，我觉得想喊那个时候是喊不出来的。那更没法为大家唱红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在那个降落伞打开的时候，给大家有唱啊，唱了红，对。好，期待啊！好，来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好的。恭喜，再次恭喜！来，让我把我这个兴奋的情绪啊调整一下。太远了，对，好激动啊！我特别好啊，三倍啊！我刚还是三倍，你怎么办？跟教练说，我说我可别在上面不下来了。不过上面真的挺冷的，下来以后就感觉到太阳的温暖，是吗？对，下到半空的时候就感觉哇，手都开始暖和起来了。好，那二位先休息一下啊。我们现在呢，在你们没有落地之前啊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已经监测到了你们的心率测试数据，来看一下我们的报告有没有出来呢？来，好，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他这么快就出来了，真的好快。你的也很快啊，我们的。地面的工作人员是可以接收到你们手机上显示的数据的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西西的啊，看西西这么激动，我真的是。我们来看一下西西的最高心率值是181。哦。能想象到啊，你在这个时刻点是已经达到了一个疯狂、癫狂的心率值啊。那应该是后半段，就是你说转圈的那个。对。对。然后西西的最低心率值是83。83，那也就是说高低的差值呢是98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宇的啊，大宇很显然要平缓很多啊。哎，看来你胜出的可能性非常的大。大宇的最高心率值130，最低心率值78，很明显了，大宇的差值是52，已经有52。你还是人吗？你要不转圈，说不准你。你还是人吗？宝贝，你要是不转圈，说不准还真的行了呢。对啊。想啊，我们本次挑战当中获胜的就是大宇，恭喜！哎，西西马上就不开心了呢。没有啦，没有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克拉戒指我自己回去收就好了。对，克拉戒指你自己收着吧。没有啊，撕不掉了，你们就没有福气了。对啊，但是我的跳伞的机会不能撕掉了，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。记住，一定要让教练带你转圈圈。那也非常转圈圈。他现在直接处于癫狂状态，转圈圈也很不清楚，也很不清晰啊。好，那我们也非常恭喜啊，大宇送出了这一份什么跳伞的机会，跳伞机会。好，那么 OK， 我们这里这次的跳伞，本次的挑战就是这样了。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回给。